老伯，别再发愁了，中医教你一招，效果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宇浩教授。室性的早搏在临床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心律失常，会表现出心悸、胸闷、气短，脾气还特别暴躁，口干、口渴、失眠多梦、面无血色这些症状。虽然它非常常见，同时也是一种致死率非常高的疾病。中医认为呢，心律失常多是因为气阴两虚导致的，因为心是主血脉的，血以养心，但是气血呢是互用的，当外邪入侵的时候，心阴就会受损，导致气血亏虚，心是所养，就会出现心脏的搏动无力、心悸、气短这些症状。那应该怎么缓解？中医主要是采用益气养阴、温阳通脉的方法，像中成药里边的稳心颗粒、生脉饮、人参养荣、参松养心，这些效果都是非常好的。当然了，最好的方法呢还是中医辨证论治，根据你的具体情况，经过辨证之后，为你组方配伍出来的方子才是最适合你的。